SkyBus. 欢迎搭乘 SkyBus 快线，前往墨尔本国际机场。您的安全是我们的第一要务，所以请您全程在座位上坐好。出于相互尊重，请您在车上时全程戴好口罩。我们全程共有两次停靠站，抵达墨尔本机场后，我们将为您介绍两次停靠站的详细信息。 现在，请您坐好在座位上，身心放松。也欢迎您免费使用由沃达丰提供的无线网络。感谢您选择搭乘 SkyBus。
Terminal 2, Terminal 3, and Terminal 4. Second stop, Terminal 1. Thank you. T1, final drop off, T1.